你也可以拖动摇杆来控制前进方向，点击技能栏中的图标，可以释放技能进行战斗。无限心中那客官，点击任务放客什么？获得的装备和道具，你获得新装备了，快打开穿上它吧。点击装备，可以将它装入快捷栏。哦，老朽就小生散去，你看，小生普上有。你学会新的技能了，打开技能面板，可以查看详情。
你小生自有岂止。这竟有南村勇，只是有妖。两位似乎。你就挣扎吧，越是挣扎，蛛丝可就缠得越紧。小生不怕妖魔鬼怪，劝你回头是岸，莫再害人。